完美完美完美。和女朋友一起买房，一起改造，在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坎坷，我们每天都在坚持，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这次终于成功了。昨天很多网友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我们就不断尝试，终于有了结果。只要肯努力，肯付出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我相信美好的事情都在等着我们。今天我们又来了，昨天就拉那个钢丝感觉不怎么成功，今天再试一下。因为昨天那个砖直接滑下来就摔成几块了，我们把这个轮胎拿来放在那里缓冲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行。你看背着这么大的轮胎往山上走，我这轮胎刚装在车上还没用过就爆胎了，然后现在就拿来这里滑砖了。你看这沟里面的水都干了。班儿你来了，你们到这里来接班儿。班儿他在这里家务了，你过来呀，来摸哈，摸摸头。班儿这狗每天我们一来就来接我们了，嘿嘿，好可爱呀、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这是我们昨天拉的钢丝，往这里一直沿着到山顶上去，从上面准备滑下来。走，继续搬砖。今天再不成功的话，就叫他们来用人工扛。来，咱要扶扶跟前。哇吼，不耐心，快打断了。砖下来，直接又摔成几半截了，又废了一个砖。我们现在再上去试一下。虽然我们失败了很多次，但最终一次还是。要多久能把它扯上来？砖。累累，张开好，下来了。一块砖从上面缓缓的滑落下来。哇，完美完美完美。好，老陈。